这好惨的。怎么没有猪窝粉？不是，你听我解释，你是这样的啊？你说，是这样的。嗯，我有苦衷。啊，有什么苦衷？你说啊。我得了菊花癌。嗯，可不可以不要做这种手机？可不可以理我一下？不是，我滑手机是因为又有苦衷。对，不是我那个我，因为我有又有癌症。对，不是，不是，我说我那这又得什么癌？乳癌。在干什么？宝贝，不是你想看那样的。你听我说，竟然背着我搞小三？不是我有苦衷的。苦衷？搞小三还有苦衷？我对你太失望了。我有子宫癌。有一种悲伤。妈的，我们分手吧。为什么 ？L， 你告诉我。总会有一个人比我更适合你。喵。这是一位医生。你好，莫嘉贤。我不要，我只要 L。不要走。哦，对了，这位医生没有癌症。有一种悲伤留在我过往，无法遗忘。 L。 嗯，别人的男朋友有房有车又有钱，你什么都没有。我的，其实我什么都没有啊，我有癌症啊。嘿。